也许可能不会进，但是可能抢到进攻篮板机会也相当大。是，哇，大家都沉退，让林书伟投进了。阿米要来单打中线，这算是有点危险。来到了书伟手上，再投进三分，反超了。跟赛瑟夫的身材差距蛮大的。好，底角这个位置从第二节开始，国王队就运用的不错。凯杰守住了，就再给阿米 ，Q 抓下进攻篮板，三分外线林书伟有空出手。塞瑟夫，不过对方还是持续用小人将 Manigault 打得不错，这球被抄掉，又是退防的问题啊。所以现在球再拿回来，再尝试一个，三分外线林书伟得到一个空档，马上拔进，哇！今天书伟真。